病痛，流离失所，失去了挚爱，也被世人误解和冷落。我不要在名利的光环下迷失自我，不忘初心，一往无前，点燃燎原之火。让信仰引领不安的心，这很马克思。为命运团结起来革命，这很马克思。没有谁能熄灭我的热情，这很马克思。为人类的解放守护真心，这也很马克思。尽管此刻我不被理解，你不懂我热爱的一切。或许我们要就此告别，我期待重逢的那一天。Yeah.